皇上。苏烈之死有眉目了吗？是。这朵烛花是前年朕在七夕的时候送给几位主要嫔妃的，每个人所用的花式不同，这是纯贵妃的。皇上明鉴。在哪找到的？在苏烈手里发现的。苏烈之死手里都拿着这枚珠花，想是要紧。你做得极好，你也知道这正是纯贵妃的珠花。是，但是除此之外奴婢也未查到什么，光凭一枚珠花算不得数的。是啊，一枚珠花确实不作数。眼下纯贵妃在哪里？奴婢刚从皇后的清阙房过来，看见纯贵妃和嘉妃正在忙着置办丧仪之事呢。嘉妃也在？是，嘉妃也帮不上什么，一应都听纯贵妃的安排处置。这个纯贵妃还真厉害，一边上赶着皇后的丧仪，连有孕的嘉妃也都听命于她，真是不简单。皇上，验尸的仵作说苏烈之死或者是自裁出柱，也有可能被人抓着脑袋撞在石柱上而死的，只是苏烈所死之处偏僻，平日里无人会去，所以查无可查，对吧？奴婢无用。罢了，你先下去吧。是。已经越过了大清开国百年的成日。孝宣皇后是皇上的发妻，又生了两个嫡子，虽然后来也有隔阂，但毕竟情分不同。人走了，茶都凉了，这般隆重又有何意义呢？现在人走了，自然会想到他的好。六阿哥，您慢着点儿。哎，允荣，别乱爬。没事儿，让他爬，孩子嘛。这长得真快，想不想吃这个？想。自己拿着吃。允荣，谢过皇妈母。允荣，谢过皇妈母。嗯，真乖。孝贤皇后的丧仪，虽然有旧例可以比照，但皇帝如此隆重处之，你们也要精心。嗯，太后说的是，嘉妃有孕，
各府里有年迈的老福晋，怀着身孕的福晋，须得仔细照应才是。宫里的奴才们，平日里归各宫管制，都还好说。现如今事情一多，各处都需要人手，臣妾也是伤神的很啊。嗯，再嫌烦，还有礼部和内务府呢。永璜不也帮着你在打理？啊，永璜虽然年长，但也未曾经过这样的事情，还是有些毛躁。倒是臣妾的永璋，倒还稳重。哦，永璋如今这么敬意？是，嫡母崩逝，再怎么不懂事，也该稳重了。那好啊，大可让永璋和永璜分担着，也算多个历练。是，臣妾多谢太后。嗯，你是儿女双全的人，这满宫的嫔妃都比不上你。哀家听说孝贤皇后临终前还举荐了你为继后呢。想是传言有误吧，臣妾哪里配为继后啊。没事儿，坐下说吧。是，如今后位虚悬，有人的心思怕是愈发藏不住了。纯贵妃这几日领着嫔妃命赴祭拜，格外的讨好笼络，嘉妃他们对这纯贵妃也是百般的巴结，怕是纯贵妃对后位已经动了心思了。如今宫中就我和她是贵妃，她儿女双全，又有孝贤皇后临终前的举荐，她动心不为过啊。纯贵妃所仰赖的不过就是两个亲生的皇子和一个养子，可姐姐你别忘了，你是出身后族，又有皇上的情分在，如果真有继后，也应该是姐姐你啊。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而不是位分。既有情分又有位分，那才是两全其美。当初皇上选嫡福晋的时候，那把如意已经交到姐姐手里了，要不是先帝阻拦，姐姐现在就已经是皇后了。当初姑母要我成为皇后，可是成为皇后不是靠真就能做的，一切都是皇上的心意。皇上现在心思哀痛，无暇顾及，咱们就不要再给皇上添乱了吧。世子说王爷病重，恐怕是活不到夏天了。老王爷病逝，世子就能顺利承袭王位了吧？是，世子辅佐王爷多年，承袭王位是理所当然。倒是您这儿，孝贤皇后崩逝，后位悬空，是时候该盘算向前一步了。从前只想争个宠妃被世子争光，如今事已至此，不进则退，也只能往前走了。如今您的敌人就只剩纯贵妃和贤贵妃了。贤贵妃无子，又是景仁宫之后，不值一提。纯贵妃生在有三个儿子，可我偏要让这个成为她的致命弱点。请大阿哥安，奴才去禀告府。主，大阿哥来向您请安了。快让他进来。这，索溪，你去拿点大阿哥爱吃的糕点。是。儿子请母亲安，请余娘娘安。快起来，快起来，不必拘礼。谢母亲。坐。每回来到翊坤宫，大阿哥还是会称贤贵妃为母亲的。
儿子虽然养在纯娘娘名下，在外不得不称呼一句贤娘娘，但在内，儿子的心还是同往日一样。母亲疼你的心也如往日一样。这些日子你带着诸位皇子遵行丧仪，该是累着了。儿子是长子，哪里的少不得儿子。儿子更要恪尽孝道，处处不能疏漏。难得你有这份心，你是大阿哥，负担的东西自然就多些，但是你要记住，还是要谨言慎行啊。儿子记下了。今日是你额娘折敏皇贵妃的生祭，母亲已经派了人去安华殿送了祭品。多谢母亲挂念之心，纯娘娘便不记得额娘的生祭。中宫崩逝，诸事繁杂，纯贵妃疏忽也是有的。先吃些点心吧。云娘娘，外头还有许多事情要照顾，我不敢久留。快去吧，丧仪上离不开你，你自己仔细着点。儿子身为长子，定当十分尽心。儿子告退。自古以来，立太子都是立嫡立长，再是立贤立贵。大阿哥是众皇子当中唯一成年的，最近又替皇上生了长孙，让皇上做了马腹，占尽立处。有利的地方必有弊处，但愿永皇能明白吧。听说方才永皇又去看望贤贵妃了。你不在钟粹宫，永皇到我那儿坐了会儿就走了。到底贤贵妃抚养过永皇，也难怪永皇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哎呀，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知冷知热的疼着，闹了半天还是不如你。贵妃，你多心了。我养了永皇这么些时候，他就惦记着，何况你那么疼他。永皇是个孝顺的孩子，自然会记得你的养育之恩。在永皇心中，你的养育之恩也不见。说来，贤贵妃没有自己的孩子，永皇对你多孝顺些，也是应当。祭酒礼已过，大家休息片刻吧。本宫让御膳房熬了些八宝甜汤，大家都可以用一些。膝盖疼死了，咱们啊，快去快回，免得落下话吧，说咱们对孝贤皇后不敬。姐姐慢点。孝贤皇后去了之后，皇上跟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喜怒无常。前几日他指责前朝的大臣在丧仪上不够恭敬，即刻拖出去廷杖。生前也不见得有多爱惜，如今看起来倒像是恩爱夫妻一般。相信皇后如果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嫌自己妻室太晚，不能早些得到这样的恩情。海兰，你说话越发的任性了。纯贵妃平时胆子小，还不是敢对姐姐大不敬，如今纯贵妃的心思愈发明白，也愈发藏不住了，难道姐姐就要对她听之任之啊？
先别说这个了吧。妾身给您准备了参汤，您喝点参汤提提精神吧。妾身还为您准备了热水，刚才看您跪了大半天了，您敷敷腿。弄这些老鼠子做什么？我得赶紧回皇额娘的灵前守着。皇额娘崩逝，帝庆之中唯我居掌，这回我这个长子不在，像什么样子？您这辈子就是被长子两个字困住了，又不是铁，轻点儿。又不是铁打的人，歇一歇又怎么了？您得空还得往贤娘娘那里跑，您好歹也得顾着纯娘娘的面子呀。哼，纯娘娘自己有亲生的儿子，哪怕为我娶亲，也只选了你这样伊拉里氏出身的小姓小族。纯娘娘想着亲上加亲啊。亲上加亲固然好，但说来终究是门第姓氏最重要的。你啊，别凡事亲近纯娘娘，你当她是远房姨母，她满心里只有自己的儿子，不是真心疼你。您的话妾身记下了，往后不敢和纯娘娘多走动了。人呢，终究是要靠自己的。皇额娘崩逝，这后位左不过是落在纯娘娘和母亲身上。陈娘娘要是当了皇后，她的儿子就成了嫡子，我还能有指望？大哥的父亲，母亲她没有儿子，我多多提着与她当年的抚养之情，会比不上永琪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即便母亲当不上皇后，只要她多向皇阿玛提着我是长子的事，我争太子之位也多些胜算。说来，到底是贤娘娘更疼您些。疼不疼的谁知道呢？什么亲情孝义都是假的，只有当上太子大权在握才是最真的。哦对了，傍晚我会去安华殿上香，会回去晚些。是，今儿是额娘的生祭，到时妾身陪您一块儿去吧。你我同去太过典眼，免得被人抓住画柄说不敬嫡母，我自己去便好。是。永皇可是我疼过的孩子，他怎么会？我倒觉得这样的大阿哥反而更像是一位皇子。或许永琪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但在这宫中，所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从来不过就是个笑话，不过是写在死后功德里面的一枚之词罢了。海兰，你说这话太让人灰心。是挺灰心的，可是我说错了吗？早先圣祖皇帝时候九子夺嫡是什么样的情形，先帝又是怎么对待他的手足，这些人都逃不过。如今永皇是如此，纯贵妃不也是如此吗？姐姐，我知道你对后位没有心思，但是纯贵妃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难道你真的不想点办法？先看看纯贵妃她还会做什么再说吧。此事耽误不得啊，姐姐。姐姐，纯贵妃一定是累了吧？妹妹给您揉揉。这些事情自有宫女们做，李贵人不必如此，举手之劳罢了。姐姐不必担心，令贵人原是我的宫女，是做会了这些事情的。对了，姐姐怎的不见三阿哥呀？啊，永璋说几位年幼的皇子过于劳累都起了口疮，便亲自到太医院拿些金银花来给大家熬水喝，想来也是该回来了。
果然还是三阿哥深明孝弟之意。瞧这一个个的，都巴结得不遮不掩的。妹妹喜欢，便多喝几碗。姐姐今日真是辛苦了。哎呀，哪儿啊？大家都辛苦了。去把永琪带过来。是。主儿，该到吃坐胎药的时候了。你还在吃坐胎药啊？这过去啊，坐胎药是按着侍寝次数上的，如今大概是求子心切，喝得更勤了。是药三分毒，能不喝就不喝吧。从前慧贤皇贵妃也是求子心切，喝了不少坐胎药，也没什么用处的。我也知道这药是未必有效，但皇上待我好，我是都知道的。妹妹先走一步。姐姐，方才我听到永琪有两声咳嗽，我带她去太医院看看。那你就快去快回，路上别着了风了。嗯，贤额娘，儿子告退。走吧。今儿多亏有姐姐主持大局，一切才能这么妥妥当当的。哪儿啊，各位妹妹照应的好。永琪挨着额娘近一点，别淋着了啊。来，永琪来这儿，额娘有话告诉你。永琪啊，后天是你皇额娘子宫凤仪到景山观折殿的日子，当天是大日子，你可万万记得，千万不能哭，知道吗？但是贤额娘说每个人都要哭得很伤心，不然皇阿玛会生气的。那是平时，当天不一样，当天所有的阿哥跟公主都会哭得很伤心，你如果可以镇定自若，你皇阿玛会对你另眼相看，因为你是众多痛哭流涕者当中唯一保持清醒的一个。为什么？因为你皇阿玛失去的不只是一位皇后，还有七阿哥这位嫡子，所以他现在需要的不是众多的孝子，而是能够不被悲喜所影响，能够有机会成为太子的阿哥。儿子明白。余娘娘安。三哥好。五弟好。三阿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哦，永璋见几位弟弟因为劳累都起了口疮，特去太医院取些金银花来给弟弟们煮水喝。三阿哥有心了。余娘娘过奖了，那永璋先行一步。去吧。来，永琪，我们走。主今儿个累坏了吧？哎，谁说不是呢？溜溜的忙了一天，哎呦，我这腰啊，我这腿呀，没一处不疼的。你慢点。这不都是生永璋的时候落下的病吗？奴婢一会儿给您好好按按。哎，本宫这才知道，这执掌六宫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啊，事无巨细，事事都要操心。又不能得罪谁，若是日后……儿子给额娘请安。永璋回来了，快起来吧。额娘，儿子有话对您说。说吧。可心，退下。是。说吧，什么事儿？给玉主和五阿哥请安。玉主怎么带着五阿哥来？方才我听永琪有两声咳嗽，本来想带着他去太医院，永琪惦记着皇上，说要来跟皇上请个安才肯去。五阿哥真是孝心啊，可是皇上这几日都不大见人，恐怕孝贤皇后先逝，
和宫的人都满心悲伤，皇上也应该当心龙体啊。永琪，你花阿玛正在忙，咱们不便打扰。这样吧，你去殿前给花阿玛磕个头，把咱们带来的参汤留下便是。是。去吧。儿臣永琪给皇阿玛磕头，皇额娘仙逝，儿臣和皇阿玛一样伤心，但请皇阿玛顾念龙体，不要让皇额娘在九泉之下担心不安，请皇阿玛喝点儿臣炖的参汤养养神。儿臣告退。永琪，过来。皇阿玛，于妃，你也一块进来。是。原以为于妃是个安分守己的，原来却也动了这个心思。那额娘的意思是？五阿哥即便是不哭，额娘也有本事让他哭就是了。倒是你啊，要好好学着于妃的教导，冷静持重才是。儿子多谢额娘教诲。额娘不心疼你，心疼谁啊？永璜不过是额娘的养子，除了他以外，在阿哥当中你是最年长的。若你能得到皇阿玛的喜爱，当了太子才好呢。更何况我们还有孝行皇后临终前的一份举荐呢。皇额娘崩前倒还顾念着你。那是他欠咱们的，当年若不是他早早就把你送去了协方殿，我们怎么会母子分离呢？若不是他让那些嬷嬷们蓄意把你宠坏，你皇阿玛怎么可能不宠爱你？如今他都去了，也是该还给咱们了。额娘的心愿就是儿子的心愿。皇上这幅字是写给孝贤皇后的，是给孝贤皇后的树碑赋，已经真的爱死。皇阿玛对皇额娘真好。你皇额娘在的时候，皇阿玛没有对她更好，心里很是难过。儿臣知道皇阿玛难过，所以就炖了参汤给皇阿玛。你说这参汤是炖给皇阿玛的，告诉皇阿玛里面有些什么。这个参汤叫四参汤，里面有紫丹参、南沙参、北沙参和玄参，入口甜苦醇厚，有益气补中之效。入口甜苦醇厚，你替皇阿玛喝过啊？是啊，二十四孝中说汤要飞口清肠，福尽父母，所以儿臣也尝了尝，怕太苦皇阿玛不愿意喝。好孩子。皇上，您尝尝。皇阿玛，二十四孝儿臣已经全明白了，可是今天大哥好像说了一个什么典故，儿臣还不大懂。你大哥说的什么典故？永琪，你皇阿玛可是学贯古今，不似额娘一问三不知的。今日儿臣在长春宫给皇额娘敬哀礼，经过偏殿时听到大哥很伤心地说什么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朱长寻，不喜欢长子朱长洛，还说什么明朝有忠臣，所以才国本之争，自己却连朱长洛都不如。儿臣不知道朱长洛是谁，大哥为什么拿他跟自己比呢？儿臣还听到大哥跟大嫂说话，没敢多听就走了。你在给皇额娘敬哀礼，他们夫妇在窃窃私语什么？不是窃窃私语，
大哥说皇娘崩逝，兄弟中唯我居长，自然要多担当一些。我觉得大哥说的没错呀。皇阿玛，是不是儿臣说错了什么？皇上，永琪年幼无知，若真说错了什么，臣妾替永琪向您请罪。于妃，你起来吧。朕知道你不懂这些，即便是如懿，也很少看前明的史书。永琪还小，这些话只能是听来的。永琪，过来。不要再胡说了，知道吗？哼，永皇真是朕的好儿子，自比不得宠的朱常洛。那永璋呢？也如朱常洵有夺太子的心思了，只怕也是仗着生母的缘故吧。仗着生母的缘故？皇上是说纯贵妃要立为继后的事？你说什么？难道不是吗？臣妾在宫中听人人都说，孝贤皇后临终之前向皇上力荐，要让纯贵妃成为继后呢。原来如此。永琪，你和于妃退下吧。臣妾告退。儿臣告退。额娘，儿子刚才没说漏什么吧？没有，你说得很好。不枉额娘翻了这些天的书教你。那儿子回去就要说给贤额娘听。那可不行。为什么？额娘什么都不瞒贤额娘的。永琪，你贤额娘最近太忙了，你若告诉她，她会心烦的。永琪是不会让贤额娘心烦的，对吗？嗯。那你就什么也别提。是。来，走。走吧。玉壶啊，永皇和李桑的诸位大臣亲贵相处得如何？大阿哥谦和有礼，对上带下都客气有加，颇得内外赞誉。那永璋呢？三阿哥虽然年幼几岁，对臣下也是执礼有加，且看在纯贵妃面上，大家更尊重三阿哥。那他们两个是兄友弟恭的一块招待，还是各自为政呢？宫中大丧，诸事繁多，兄弟们都是各顾各的。不过大阿哥身为长子，恨不得事事亲力亲为，三阿哥也不甘人后。他们两个要是真心孝道孝贤皇后的话，那就是成孝有加。如果他们暗自各怀鬼胎，招揽人心，那就该死了。阿哥们不敢。但愿如此吧。儿子大了，心也大了，皇家父子多少的惨事由此而起。玉壶啊，朕再问你一句，孝贤皇后的丧仪之上，纯贵妃更受敬还是贤贵妃？贤贵妃无子，自然不能与纯贵妃相比，首先冷落也是人之常情。朕知道了，夜里你请贤贵妃来一趟。是。小乐子，一切都打点好了吗？
奴才一应都安排好了。申时三刻，安华殿的法师都会到这长春宫诵经超度，您那时就可去安华殿祭奠哲敏皇贵妃了。每年都是你安排的，我很放心。只是今年这个情形特殊，一会去安华殿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别让别人看见了。是。这些日子可让你受委屈了。臣妾无甚委屈，从何说起？来，坐。宫内宫外那些势利眼，是不是小觑你膝下无子，便一味都去巴结别人了？原来是这等小事，臣妾怎能算膝下无子？皇上把永琪交给臣妾抚养，宫中尽人皆知。他们到底还是瞧不起你，不曾生养。如意，是朕对你不够好，护你不够多。皇上，臣妾虽未生养，但皇上的儿女就是臣妾的儿女。若是旁人以此小觑臣妾无子而加以鄙薄，其眼见之窄，不需理会。你有这般的胸襟啊，比起那些只为自己儿子计较打算的人，让朕欣慰多了。大阿哥，您抓紧祭拜，完事咱们还得赶回长春宫。哎，今天真不巧，委屈额娘了。正逢孝宣皇后丧礼，也不能好好祭拜。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为额娘争气，让她跟孝宣皇后一样，享有身后荣光。您的孝心，哲敏皇贵妃会明白的。朱英姐姐，自你去后，妹妹便日夜难安。姐姐走得糊涂，妹妹也是有口难言。如今那人已随姐姐到了地下，姐姐若是再有什么冤屈，问她便是。大阿哥，家娘娘的话不明不白，必得说个清楚。大阿哥，您怎么来了？啊，对，今日是你额娘生忌，您又是个孝子。就是孝子，才听不得家娘娘这种糊里糊涂的话。还请家娘娘说个明白。多久远的事儿了？说了也只会徒增烦恼。家娘您别走啊！大阿哥等下还要去主持丧仪，无此气急败坏是要失礼的。等等，家娘娘这话今天要是说不清楚，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都怪本宫这张嘴，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竟没半点分寸。家娘娘，你就快告诉我吧。可这有些话却是说不得的。本宫远嫁而来，即便是封了妃，生了皇子，没有个依靠，在这宫中也只能是谨慎度日。家娘娘，这您放心，我是身为长子，我一定会看顾好弟弟的。哎，家娘娘，若是大阿哥真的愿意看护本宫膝下幼子不受欺辱，那本宫也就心满意足了。家娘娘，您先请起啊。家娘娘所言，永皇一定做到。大阿哥此话可当真？当真。那本宫就也真的说了。其实当年你额娘轰逝，乃是孝贤皇后所为。家娘娘，虽然宫里头传言皇额娘不喜欢额娘先生下楼，可这话该是重大，断断不能。事到如今，我还能骗你吗？后来你额娘又怀有身孕，孝贤皇后怕她继续生子夺宠，便在她生产那天就……啊，说了也真是可怜。你额娘怀的分明是为公主，即便是生下来也挨不着谁的。额娘，额娘。
与额娘离世那几年，无用再敢提起这件事。后来您长大了，孝贤皇后便越加的护着端惠太子，处处提防着您。大家也就都看明白了，渐渐的也就传出了这样的话。其实不管折柳皇贵妃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她生了您，又不服孝贤皇后的做派，就必死无疑了。孝贤皇后还在世时，我们娘娘不也是战战兢兢的？小心做什么？大阿哥，求您一定要给本宫一条生路，万不能告诉旁人是我告诉你的这件事。还有后日，孝贤皇后的子宫要搬去景山观德殿，皇上会亲自去祭酒，你可千万要忍耐，别露了声色呀。Yeah.